前的消息。尔等可是朝廷之人。胆敢忤逆皇天之徒，休想活着离开。小小鼠辈，看我碾碎尔等。是张角之地，绝不能辜负兄长对我的信任。Is it going good? First try. Yeah, luck though.你果然成功战胜了对手，如此孙子也能得救。龙儿如老夫何如此之手段？Had a lot of practice dying to the type. 应龙，这力量名不虚传呐、啊。
您是将来能平定此乱世的贵人，不可让您死在此处。